那就只能在家进行隔离啊！哎，大家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！戴上，戴上，戴上！现在医院里边，不行，这雨下的太大了，病人如果走过去，这不感冒的。你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让他给婆婆给他接过去。 超级闪充，超闪光芒 ，OPPO Reno 4 SE 邀您观看在一起。 我跟你们说，我们那个楼栋啊，一月份拉子好几个，都是重症，只有我们家，两个阴一个阳，知道是为什么吧？为什么？拜神仙。 各位病友，各位战友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大家一下，要跟大家说几句话。 打扰大家，打扰大家，一分钟，一分钟啊！这个党和国家非常挂念大家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一天之内把咱这个水、网络信号、热水、热饭，包括厕所问题全部都解决了，对吧？那明天呢，我们会把这个电视、微波炉，还有大家需要的这个中药壶，也都陆续给大家运到仓里来。 总之呢，就是党和国家将会尽全力满足大家的物资需求，啊，包括自己个人药品的所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想啊，除了这些生活所需要的东西，我们还要解决大家的社交需求、精神需求，还有娱乐需求，并且我们接下来要把党支部、团支部还有俱乐部也都在咱们方舱。 一步一步建立起来。总之呢，就是想跟大家说，让每一个人在咱们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找到精神家园。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谁叫爸爸？我爱你。哎，别叫爸爸，要叫就叫大祥。谁叫大祥？谁叫大祥？党支部。 那还要建团支部？那俱乐部都干什么呀？领导，我们已经很忙了，不要再给我们找活干了，好不好呀？我这是在帮你们减负。瓜娃子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我今天进方舱发现了，如果我们再不把咱们的国旗、党旗插进去，那些妖魔鬼怪、牛鬼蛇神就全进去了。你们之前没发现吗？今天已经有人在那儿准备拜大仙了。 他们现在只要不搞事情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懂吧？你想想，你们大家都想想，他们病好了，谁给他们治的？大仙给他们治的，啊？是我们给他们治好的。咱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物资，谁给他们送来的？哦，合着到最后病好了，全是托大仙的福，凭什么呀？他们把国家放哪儿了？他们把党放哪儿了？他们把我们，他们把你们都放哪儿了？ 可是胡院，病人不愿意不配合怎么办？咱们真的忙得顾不上。凡事总得有个挑头的嘛，是吧？我们倡议，我们组织，组织好了，只要活动内容、学习内容丰富多彩、有吸引力，到时候他们自然而然会跟上的，会参加的。所以啊，从明天起，方舱内6点半量体温，7点做早操，7点半吃早饭，吃完早饭活动，别洗。这个。 陆杰，小蔡，你们俩负责啊，让所有病人动起来。好。啊，什么啊？年纪轻轻的老是疑问。你看看人家那个保洁阿姨，60多岁了，既健康又有活力，怎么来的？说明生命在于运动，对吧？好。行了行了啊，少虚情假意的，嫌我啰嗦是吧？我都说了是为你们减负。嗯。 啊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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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晨起床，起床啦！暖暖能量，快起床啦！走走运动，走走太阳。多多，起床啦！起床啦！做早操啦！做早操啦！起床啦！若您起床啦！做早操啦！哇塞，搞模式啊！做操！
上回做早是30年前的事了。您别提30年前的事了，在方舱里您就是个小学生。啊，各位小学生起床了，快起床了。有我一起陪着，夕阳城市无数归人与过客。你有我的暖，我拥有你的热。家下风，乌云蝴蝶都不肯活跃，同乘人间列车。战乱，候鸟去还，小别后便是小圆满。不管语言复杂，同舟共帆，万人高山看你我结伴。我们在一起不就是彼此牛奶拿走，以后我们的耳朵再也不敢听。哎，那给我也画一个。好呀，你画什么？画个大侠。咱们方舱马上要组织一个图书俱乐部，现在呢，急需一个负责的部长。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狼图。不好意思，他是我们的部长，严部长。同学买同感，我们在一起，无论多远，潮起或落山，相互需要，彼此依靠，守望的幸福，每寸都值得感恩。你加上我在一起，成为假如你是老天，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病？首先我不是，也永远不会是老天。但就我个人想，坏人让这个世界变坏，然后好人去治愈他。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能做到去治愈，起码我们应该做到不让事情变得更糟。那下一个我来吧。我读的是《简爱》里面的一个片段。你以为我穷、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？告诉你吧，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，我会让您难以离开我，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您。可上帝没有这样做，但我的灵魂能够同您的灵魂说话，仿佛我们都经过了坟墓，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。让我走，先生。让我说你爱我啊，说你爱我，说你爱我，你爱我。好麻烦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的小宝贝。穷不穷我是不知道，但是你捂得这么严实，我也看不到你的不好看呀。太太姐姐，你很美。谢谢你呀。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
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你爹爹，八二，你爹爹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你儿子，二二三四，你儿子，七八三二三四六八四二三六八一二三四。你儿子那天来了方舱之后啊，出了点状况，所以被送去了江汉医院。现在病情已经得到控制，放心吧啊。那他现在？您看见了。他现在除了不能自己起来上厕所，其他跟你都一样。能每天给我泼一张吗？每天，每天，你看见了，这方舱这么大，我们每天这么多工作，哪有这么多时间每天去给你拍的？就这，这都是我昨天晚上下了班半夜去拍的，我消了半天毒，违反规定给你带进来的。那一个星期泼一次，行吗？行，我答应你啊，但是我去偷偷给你拍，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得听话。走，走走走走走，你坐你坐。哎，行了，手机给我吧。哎，你手机给我，我发给你，我发给你，你每天想啥时候看啥时候看，对不对？你手机得给我。衣服架子写不写啊？那些东西先别管了，先想着怎么给他们弄点吃的。想想还有啥？不愿，不愿，不愿，我来不及了。哎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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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呀，姑娘们，花每个人都有了吧？有了。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送你们花啊？情人节。哎，对喽，姑娘们，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今天是情人节呀。单身狗的忌日，别怕别怕啊！明年情人节，这时候男朋友肯定有了。嗯，我们这么忙不可能的，除非国家给我分配一个。这个东西国家还真给你分配不了。这个大家听着啊，从今天起，我在这儿搞一个共享小超市，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们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自己下楼的时候从这儿拿笔写下来，我负责帮你们搞到。运过来，也就是说，从今天起，我是你们的一号服务生。一号服务生，我要灯芯肉丝、抛酥、火羊椒酥。你要的这个东西都太冷门，这个时候我到哪儿去给你弄啊？不是我，是朵朵。我答应他，如果他数学测试考得好，就给他送四川的小吃。哎，我还要下单寿司兔和温鸭子。哎，那我要担担面儿。来，我要豆瓣酱和火锅底料。手机给我去拿了。你们四个儿子啊，我看你们就是假公济私。不是你说要要这样的吗？就是。好好好好好，我尽量尽量啊，尽量满足，好吧？好好，小点声，小点声，人还有人呢，赶快赶快去吃夜宵，去吃夜宵。谢谢胡爷，谢谢胡爷。好好好好，就你们能这样。谢谢胡爷。看什么看？刚才说的那些东西都记住了啊，交给你了。哎，你答应的怎么就交给我了呢？你一个人，我一个人肯定搞不定啊！不有正月呢吗？有的，老六啊，厉害了。
厉害啊，花收到了，姑娘们都很高兴。你要的东西我能不给吗？聊表心意而已。谢谢谢谢，那你就再多表点吧，啊，看看是不是想办法帮我们再弄个乒乓球桌来。球拍、球啊，当然有可能的话最好，羽毛球也一块给我们运来。咱这些孩子们个个多才多艺，像这些口琴啊、笛子，哦，还有跳绳，反正把这些东西得争取多给我们弄点来。可以，但是不能再要了。再要的话，我就申请跟你换岗。没问题啊，就是不得呢。你早点来，我等你啊。这个胡院长的要求真是越来越多了。这哪里是去救死扶伤的？文工团啊，你懂什么呀？能有吹笛子的心，说明情况在好转。哎，小陆，怎么了你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生理痛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胡院，他就是逞强。今天他是第一天，量多到不正常，腿都发软。彩训，胡院，我真的没事。今天你不用去了。胡院，不用说了，我不允许非战斗性减员。我是担心李爹爹，他指认我，我要是不在的话，他吃药吃饭。李爹爹交给我好了。哎呀，放心，我肯定温柔地对待他，不打他，不骂他，好吗？好，赶紧送他回去。嗯，走了，回去吧。胡院，我发现你是真拿他们当自己孩子疼。小楼妈妈，在咱们到武汉的第二天，把胳膊给摔伤了。为了不影响小楼工作，都没敢到咱们医院去看。后来跑到咱们兄弟单位去动了手术，人家家长都这么支持咱们工作，我能不拿他们当自己孩子疼吗？李爹爹，你怎么又吃这么少饭呀？饭要吃的很多才能有抵抗力，抵抗力好了才能战胜病毒，才能早日见到儿子。大侠怎么真的还不来呀？今天应该有了新的视频了。我们院长已经去拍了，您放心，今天肯定给您看到。菜头护士，菜头护士，来来，李爹爹您稍等一下。马大姐，我不叫菜头护士，我叫菜菜子。大侠，大侠找你。喂，你好。小蔡。胡院。现在方便说话吗？啊，我方便呀，我在文化墙这边。跟你说个不好的消息，李大爷的儿子今天早上去世了。哎，那怎么办呀？李爹爹今天一直问我要他儿子的视频，以他现在的身体情况，肯定不能知道这个消息。大夏院长，你是在江汉的不？我跟你讲，我老公也在江汉。我看了你拍的视频，李爹爹儿子和我老公的身形很像。反正都是带着呼吸机在，远远的看上去看不出来的。可是这样合适吗？你不要犹豫了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没有了，现在这是最快最方便的办法。这样也好，我也知道了我学生的情况，我要一放心，你们也就没有事情了噻。好，那先谢谢了啊。那你老公他住哪床？安姐，哎，大夏院长，怎么样了？非常感谢。哎呦，李爹爹，你得吃一点饭，您别不听我劝，这样免疫力会很低。您听我的话，拿着米饭我给您喂，好吗？李爹爹，李爹爹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一会儿让我们胡院把视频传到你的手机上，你想看几遍就看几遍。你看你儿子都这么努力，我们也不能输，也要努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吃多点饭，好不好？我不吃饭，你走，我不料你管。李爹爹，你
这是干什么呀你？李院长，李院长，等等！你这是搞什么嘛？啊？这视频你也看到了，你儿子现在情况每天在好转，好吧？不要担心嘛。别动啊！我来弄，我来弄啊！别踩着都滑了啊！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胡院长，蔡太子，你怎么又进来了？我还是不放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来，交给我吧。李爹爹，来，先把手机给我。胡院，李爹爹，咱们先躺下啊。来，慢点。大家不要都围着了啊，回去吃饭吃饭啊，接着吃饭啊，赶紧回去回去。慢点啊！哎，好，你辛苦啊！嗯。李爹爹，您放心好了，您儿子已经好多了，咱们得吃饭，好吗？什么事儿跟我说，我来照顾你。不知道您今天为什么突然发脾气，但我们护士长真的挺不容易的。他今天身体特别不舒服，本来应该休息的，但就因为害怕您换个护士不习惯，才特意回苍来的。你是没看到，最后他是被两个同事架着出去的。那五道门，他歇了好几次。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防护服彻底脱掉。能不能对他好一点呀？好好吃饭，好好吃药，好好做早操，这不也是对您自己身体好吗？哎呀，我在这说什么？醒了吧？醒了。姐姐，你现在在我心里，你简直就是精诚所至、金石为开的楷模。我的办法靠不靠谱？靠谱。您现在在我心里不是闲人马大姐，是能人马大姐啦。我可是听说，严部长后天出院哦。彩彩，他是后天出院。但是后天出院好几个人呢，好几个。你啊，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刚刚查记录的时候，今天是独独生日，他也后天出院。真的吗？那一定要好好陪他过生日。他一个人在方舱待了这么久，这生日这么特殊，一定不能随随便便的给他过。但是现在怎么过生日呢？整个武汉怕都买不到蛋糕。我来想办法。
保证，生日礼物一定会补给你的。谢谢妈妈，我是大孩子了，没关系的。宝贝，你是不是后天要出院？嗯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能不能跟医生商量商量，晚两天出院？我现在也确诊了，住在客厅方舱。能不能等妈妈出院了，你再出院？不然你一个人去哪儿，吃什么？妈妈不放心你。多多妈妈。我叫严之远，我是跟朵朵一起在方舱里面隔离的病人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个那个提议哈，因为我后天是跟朵朵一起出舱，然后到下一个隔离点我们应该也是在一起的。如果您要是放心的话呢，你儿子就交给我照顾几天，然后等您出院以后您再联系我，然后接儿子，您看行吗？妈妈妈妈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部长哥哥，他超级厉害，我所有的作业他都会做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这段时候真是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们家朵朵。可是……哦，我明白了。那这样吧，我一会儿去拿我身份证，然后拿朵朵的手机拍下来啊，给您发过去，您就放心了吧。不用。哎呀，您误会了。我就是想问，我们家朵朵以后还能继续找你补课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给你过生日的吧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这就是传说中文殊院的桃酥，是宫廷级别的糕点，是我们大家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大姐姐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叔叔阿姨，哥哥姐姐，爷爷奶奶，谢谢大家宝宝。不用谢，欢迎你啊！解封之后，到我们成都来玩，好不好？不，你为什么叫大虾？真不。叫素素。我跟你说为什么，所有勇敢的人都是大侠，包括你，你就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小兵啊，大家都看见了是吧，你一个人不用妈妈陪你睡，你都可以睡得很好。没有啊，我有姐姐妈妈。完了，那大家看见你不勇敢了，你不是大侠。朵朵，你后天就出院了，大家会想你的。说吧，还有什么要求跟我们提出来，我们全都满足你。我可以把我的蜘蛛侠书包还有我的魔方带走吗？那不行，那肯定不行。朵朵啊，你不知道书包的拉链里边还有魔方的缝里边有多少细菌多少病毒啊。听话啊，来，我们许愿吹蜡烛啊。许个愿啊。书包啊，咱不要了，给你买了个新的，喜欢吗？来，背上。好看，郑多多同学啊，祝贺你啊，祝贺你成功的战胜了新冠病毒这个大恶魔，这个大反派，你是英雄。这个呢，就
就是你在此次战役中胜利的凭证，说好。还有这个出舱证明，放在口袋里，收好啊。奇迹总是这样。我今天可是特地申请送你出舱的。开始，脚踢消毒。你这个部长走了，我们读书俱乐部少了好大一角呢。换手。病好了也得注意身体啊。我是说病去如抽丝，转身。还有这个，你看看。这是你爸爸给你留下来的吧？我们专门给你仔细彻底的消好了毒，你好好收着啊！啊！家里有人照顾你吗？别使劲看我，都不好意思。抬脚，抬脚。你可真是个奇妙的人，仿佛不是这世间的生灵。这才是罗杰斯的《接简爱》的那句话呢。你喜欢的那本小说，我前两天看完了，好看吗？够费劲的。我没太看懂，好像。比我的那些书难。抬脚，抬脚。大家伯伯，你之前问过我，长大以后想做什么？我现在有答案了。有答案了？那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呀？我想做医生，像你们一样成为大侠。好样的。多多，我相信你长大以后啊，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，成为一个大侠。加油！走吧。我想看你摘了口罩的样子，行吗？行，等胜利之后吧。我问你，我请的所有的都是免费的。马大姐，
你都看见了，咱根本就没有这个收费的系统，没有会计，谁收你的钱？好。怎么了，王阿姨？方舱修舱了，你不高兴吗？大姐，我父母那边也需要帮忙，出科以后希望你去帮忙。当然，毛得三百一天。我不要钱，我不在意钱，我屋里啊有八套拆迁房，八套，我四个伢都有出息啊，比我忙好，就在那里赚的钱呐、啊，我都要捐去科的。好。哎呦，阿姨啊，那你倒是跟我们讲讲，你为啥到我们方舱来啊？哎呀，我这忙了一辈子，我闲不下来呀，我这没有事干呐，浑身难受。你说我去上班吧，姑娘儿子都不同意。我只要做志愿者，他们都蛮高兴的。怪不得你每天都那么开心。哎，领导啊，那你再个找这样的工作啊，得你先把再开一下。哎呦，不能这么再开了，不开了。大小远，李院长，来，我帮你拿。大小院长，我儿子他留么东西给我？他走了之后留什么话没有？李爹爹啊，这个事儿你啥时候知道的？你们换人婆视频第一天我就晓得了，自己的孩子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那天啊，我确实难受。可是我后来听说姐姐生的病还不放心，专门来照看我，我就想，我儿子要是在。也就是这样鞍前马后吧，你们像亲人一样待我，我要好好活，才能不辜负你们。对，谢谢你，李爹爹，陪我们演了这么久的戏。哎呦，要谢谢你们，谢谢大侠院长。哎，还有菜菜子哦，对不起哦，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哦。没关系，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，都是应该的。我在读书会上学到的，上天无亲，常与善人，有你们这群人在啊，多大的难都能过去的。李爹爹，你说的对，都会过去的。李爹爹啊，我得告诉你，那个视频里的那个人，那就是马大姐她爱人。是的。那就谢谢你喽。哎呦，不用谢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。大夏院长，现在机会很好，我们一起合个影吧。好，这个提议好啊，咱们集体合个影，好吧？合影，快，如何凯旋？晚上请你吃火锅。不能聚众聚会啊！
辛苦了。你更辛苦。今天零点，武汉将看官大钟鸣响，武汉市各高速卡点一撤除，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管控卡点是一号至二七十五。我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向这些白衣天使医护人员致敬。八小三敬一次，预备开始。我想在你觉得难过的时候，这个是今天上午我们才拿到的，现在就给你冠上这个。这个这不是我的歌，这个要写吗？别怕忙碌的生活，我全流到眼睛里去了。护士太惨了，他们带四天这个口罩，他们闷了，他们应该也闷吧？我觉得都是白的。你成为我生命的意义，不逢开始没有见过你，开场却痛心过一阵，每一天都在激励我，都在感动我。医务站的外卖集装箱墙上，上面已经写满了感恩、祝福、加油的话语。在我的这整个艺术生涯甚至职业生涯里面，很有可能会成为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大家都是亲人，相亲相爱合作的亲人。我们在一起，无论多远，熟悉或陌生，相互需要，彼此依靠，守我的幸福每寸都值得感恩。叫出大家的名字，但是只要有一天你们跑到我面前跟我说，靳东，我跟你一起拍过方舱，任何事情只要在我的能力范畴以内，我全都办。好。